好，今天我们看一下一个使用中灰尘比较多的一个叉车，按一下空滤的排尘袋，挤出一点灰尘，然后把空滤壳打开，看看里面脏不脏。灯光打开一下，哇，还是很脏的。然后呢，把空滤拿出来，这个滤芯已经变成灰色，按理应该是白色的纸质。然后我们往后面看一下，这个方色的是进气室，消除噪音用的。这里是预留状空滤报警的传感器点，然后我们轻敲一下滤芯，灰尘在飞舞。再震一下，这个滤芯已经弄不干净了，需要更换滤芯。像这种大灰尘呢，最好是使用双空滤。我们先把它装回去，这种卡扣在安装过程中都要保证密封，不要让灰尘直接进发动机。看一下这个灰尘，厚不厚？如果不用双空滤，这么重的灰尘，空滤就要频繁的保养或者磨损发动机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